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专用汽车之都神农故里、世界八大奇迹边中古越之乡随州市。公司自成立于1998年，现注册资本1亿元，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现有员工188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6个。公司拥有35000平方米现代化厂房和10000平方米的集销售、办公、理化、检测、计量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办公楼。公司现有各类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297台每套，固定资产规模1.2亿元，年生产能力达5000辆。公司主要生产消防车、高空作业车、清障车、环卫车、压缩式垃圾车、冷藏车、随车起重运输车及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的压缩式空气泡沫消防车、自卸式后勤保障消防车等9大系列，共200多个品种。公司机构设有管理部、技术部、质量管理部、财务部。结构件车间、清障车间、消防车间、油漆喷涂车间，还引进了德国麦凯 MC300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电液丝折弯机、冻柱系列龙门加工设备、数控激光切割机、双龙门数控躺洗床激光切割机、12米双联动数控折弯机等。经过近几年跨越式发展，公司已发展为展级研发、制造、销售三位一体的特种专用车改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产品3C 认证。公司具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洲等地区。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与东风汽车公司、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等机构进行合作，已获1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其中公司研发的 A 类泡沫消防车的开发与生产、高空作业车安全保护及自动控制装置、饮用水应急取制车项目，分别获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3等奖及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公司主导产品清障车、高空车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分别在全国同行业中排行第2及第4位。公司是随州市唯一一家取得工信部认可的消防车改装企业。目前消防车产品公告19个，公司连续5年被评为湖北省消费者满意单位、全国首合同重信用企业，201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全国工业品牌示范企业，2011年到2013年被中国消防协会评定为企业信用3A级等级证书、中国3A级质量信用证书。湖北省政府认定公司为湖北最具有投资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湖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第一批重点培育企业、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推进委员会、中国铝牌竞争力研究会、湖北省经委、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认定公司为新中国60年湖北机械制造产品优质奖企业。2012年12月被国家授予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湖北省科技厅认定公司为创新型试点企业。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公司江特牌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随州市委市政府再次授予公司随州市十大最佳成长型民营企业，可谓业随大潮起古都，民驰四海天地宽。厉兵秣马为了争，十年铸剑为凯旋。江南人在甘子林总经理的领导下，正以稳健的步伐、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和豪迈的气概，去努力工作，创造江南砖企更美好的未来。Nothing is important, just shout the word, yeah.